跑婴儿期的时候，然后到去学校的时候，他也许他的他老师讲的话对他就很吸引，他很重要，他很能够听。可是到青少年的时候呢，就是朋友，朋友为导向了。那可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他会遇到很好的老师、很好的朋友，嘿，对啊。所以啊，在儿童台就是觉得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自己能够被保守在圣别的，就是安全的范围里面。然后我的孩子哈，我的孩子他最多他也是很小就来儿童牌了，那中间我们有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比较多的经历就是主带给他的平安。对他最开始可能是特别是考试的时候有所求的时候会到主的前面前，就会经历那个不紧张啊，经历平安。后来慢慢就是学习说比如说做功课啊，做什么事情就先到主面前去求。然后他自己也跟我说，他如果写功课没有先跟主祷告，他的错字会比较多。对，像前几天是他的生日啊，然后我们家是没有在帮孩子过生日的，可是他今年啊就特别就是一直拜托我，从生日的前一天就拜托，可不可以请同学喝冬瓜茶，到生日的我都不置可否，到生日的当天出门之前，妈妈可不可以，他很有耐性的。对，然后那个后来我也做了这件事，他对我是感谢再感谢，当然也是感谢主。那可是更让我感动的是说，他在生日的时候写了一张卡片给我，写了一张卡片给爸爸，里面还有神的话。阿门。对，那个常常就是如果我软弱的时候，他也会有小纸条供应我。好，月信姊妹晚上可以给我祷告。然后最近呢，可能如果有一点发肉体啊，他可能以前是顶嘴啊，或是不高兴，最近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子主会，会不蒙主悦纳哦。”我就笑出来了。对，那因为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他说过，就是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。对，神不但造我们，而且他造一个灵给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来盛装他。对，他充满在我们里面啊，成为我们的依靠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就是会觉得常常需要这个神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们家的爸爸，他愿意，虽然说好像是我们家三个人，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爸爸是把他的两个小孩带来儿童牌。因为慧美刚也有说，其实对，其实是我们大人应该要操练，因为我们大人需要成为这个榜样。但是我们的榜样不是，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努力、我们的修行而来。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一个主，我们只要就是依靠他，我们会觉得说是很轻省的。阿门，阿门。是的，孩子的长大不能等，对，所以就是不管有再怎么困难的理由，我们都要竭力把这个时间，然后把这个心如果你有看见的话，对，就是把它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走，不会觉得说很困难。阿门。感谢神，用关心保护他。对。阿门。感谢主。我们等一下小朋友就会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。阿门。
一晨，帮我开一下。好，开一下。谢谢。我们已经呢，在刚刚短短的几分钟呢，我们已经练练对了，好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这里，好来啊，那个细雨是那个黄球啊，对对对，大家的那个一些关键点来，要一个放好的那个这个造型，对。谢谢谢谢。刚刚呢，我们的孩子呢，在里面实在太棒了，而且呢，表现实在太优秀了。那我们刚刚呢，就在里面呢，听了一首诗歌呢，很快他们就学会起来，而且呢，不仅要唱哦，还要比动作哦。那请大家呢，要非常专心的、注意的听我们，然后呢，还要等一下呢，要。这个掌声呢要够大声哦。好，阿门。好，阿门。要像妙山居火力帮助从何来，火力帮助从何来，可以看得到哦，好，